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是金线索，要个说法，给我点声音。一旦发明了真的自由，只要我去哪里说理，到处都没有可恶的事由。只要我去哪里说理，到处没有可恶的事由。只要我去哪里说理，到网络被迫和解的事由。只要我去哪里说理，要个说法，要你给我的说法，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。当天我来我家，我走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说理？当人准备征服现实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说理？当你一个人心准备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说理？当司法被歧视滥用的时候，会有谁在去说理？要个说法，要你给我的说法，要个说法，要你给我的说法。当我看到所有人的手，当我的权益受到侵犯，我要坚决捍卫我的权利。当你的权益受到侵犯，你要坚决捍卫你的权利。当我的权益受到侵犯，你要誓死捍卫我的权利。当你的权益受到侵犯，我将誓死捍卫你的权利。